所谓的每一个庙宇的什么招牌人员，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前面这些托工哈，他都是庙会里面的小小的螺丝钉哦，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哦。
Thank you.
菜呢，在餐饮的期间呢，我们随意即可。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镜头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镜头。Thank you.
恭送我们神教哦。来，我们前侧的朋友，我们工作人员哦，来支持一下，让他们呢有个通行的路哦。然后我们的麻烦红毯两侧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推到红毯外面可以吗？麻烦大家推到红毯外哦，拜托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待会我们有看到，我们有双龙会进入到我们的红毯，所以麻烦大家呢。